生活家碰上你这样的人，也算是没有希望了。哎，等等，我是哪样的人啊？你好，我叫沈思怡。沈思怡，你不要总是这么幼稚好不好？你好，我叫陆可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烦啊？沈思怡那个人，他从小就自私，真的，他从小就是这么自私。我跟陆可认识20多年了，我可比你了解他。 你觉得追女孩都这么煞费苦心吗？那是因为我觉得你值。是很真的吗？只能说还不错。男人很简单，他们只在乎三件事情：面子、银子跟乐子。你不觉得这座城市充满了可能性吗？人呢，要有信念感。 我闺蜜陆可，如果有一天你想试试，我肯定是那个最适合的人选。张芒，你耍我？别争！你到底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？什么？你还这么冲动？冷静。 你这是胡闹！我就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级别比你高的对手啊！すみません、助けてください。